Q 钟欣桐呢日出席电影《失踪杀科》演，佢话拍完呢套戏之后，成个人放开咗，开朗咗唔少啊！阿 Q 又话之前参与嘅内地真人 show 都有影响。夫妻关系都变好咗添啊！嗰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去完个真人 show 之后系赚咗我同佢嘅相处时间咯，同埋我同佢关系系变好咗好多嘅。咁佢系一个值得信赖嘅人啦，同埋觉得即系好彩去完呢、這个班班学前班，就叫做俾我睇到佢其实系可以做一个好好嘅爸爸咯。放心，因为真的很难凑，但我都会自己带的。个个都话等住看呢个高颜值 B B 啊，阿娇又有冇计划呢？系啊，希望两年之后咯。我都希望可以，啲讲缘分嘅，冇话希唔希望就有嘅，我觉得。最近网民就指阿娇有啲胀，怀疑系咪有咗？我会减肥噶啦。